压力大，压力真大。有的人说想着挣钱，说我承认自己月收入过亿，我的妈，大哥，咱们好好看看，什么年收入过亿、月收入过亿的，我们就凭这个一点，你觉得我直播真的是为了挣，就是感觉像是我为了挣钱吗？兄弟们，我为什么涨了4000万粉，我5000万粉丝我才变现的？多少人50000万粉丝就开始带货直播卖货呀，开始变现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开始带货，但是我前面呢，我到了5000万粉丝我才变现的，不赚钱不现实。那对呀，我也得活呀，我家庭得活，对吧？我家庭也得生活，我也得生活，我也有自己的孩子，我孩子也要生活，我父母也要生活。我是从一个穷孩子到一个这样的好的家庭，我真的我以前家里面很穷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应该也知道，也听说过，到这个家庭的，我又不是说刚开始就很富有，我是拼了命的去挣的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说我以挣钱为目的，我又不是我现在以挣钱为目的，你们感觉我像是以挣钱为目的吗？ Nice。我们说句实话，你看我直播，你觉得我直播就很轻，一点都不轻啊！我们直播打闹摔，那我的腿到现在还疼，不都是因为直播后遗症吗？听明白？我们直播不是说提前说好，全都是自由发挥啊，就是说根本就不是说提前讲好怎么播怎么播，有剧本，我直播没有剧本，我就说我只会把品看选品选比较多的，但是我对我直播的内容，说实话我都没在意，全都是我自己什么样就什么样。其实我直播就跟我哥，我们俩主要还是逗大家开心，逗大家快乐，对吧？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就算我跟别人连麦，我也不会去跟别人连麦，我是看着别人跟别人连麦，看别人或者跟女人连麦啊，去看她跳舞。说真的，我真不想看，我真的想干嘛？我就想，我看她连麦，她给我跳舞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脑袋在想什么吗？我想一步，我想着我下一步该怎么做，我正在想着我直播第一分钟、第二分钟、下一个分钟我该怎么做，下一个分钟我该做什么。我不是想着我去看，我脑子虽然我眼睛在看，但我脑子在想这些东西。还有啥说法？我骗子都不认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直播从头到尾不停，为什么不能停啊？停了不就没内容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得输出快乐，我是不断的把快乐输出去，输出进去，所以我不能停。我直接嗓播嗓从头到尾，本来嗓子还好了，到后面就哑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我不信，不信也得信，这是真的。你怎么看不见呢？啊，你练练。粉丝就爱看大洋嫂，还爱听大洋嫂说话。评论区搞笑问题频出，让大洋哥应接不暇。谁媳妇儿？我媳妇儿，他媳妇儿，兄弟们啊，他的媳妇儿啊，这是他媳妇儿，他是我哥，我是他，我是他哥，他是我弟，我是弟，他是他嫂子，我是他媳妇儿，没，他是我，我是他，他是我媳妇儿。把小杨嫂上车，啊，现在是大杨嫂，大杨嫂、小杨嫂都不能上车啊！啊，我给你大嫂上车吗？人是不可以上车的啊！离婚吧，你看你这个，你这种都在违法。媳妇儿，你结婚没？新婚夫妇，你见他们离婚，你这个都属于违法。我们再结婚3-4个月，我希望大家的祝福，好吧？离婚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他生气了，他高兴的笑着在开玩笑，他生气了。你们说离婚他都生气，应该气的。媳妇别哭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，你别跟他们胡扯。蒋大哥什么时候离婚？不离婚，真是服了，你就不能祝福吗？怀孕了吗？你不要管，不行，我们两个现在已婚，知道吗？哎呦。可不敢胡说，不是生不出来，不行，是我们俩现在不想生。壮妹，可以让嫂子说说话吗？嫂子，你说点话，嫂子。哎，你怎么告？你怎么告啊？一个有真的是服了，跟你说，希望他们能说点话。海天尿酒，尿酒，尿酒，尿酒。尿尿，让我来修他。尿酒，你看他尿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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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天尿酒，尿酒，你俩读的一样，一样都不对了。缩小版深抽，缩小版，很小一个，真可爱。有没有嫂子可爱？当然没我媳妇可爱。亲一个，叫你亲一个，亲一个，怕什么了？来来，不，直播间不能亲，没事的，亲一下脸可以的，我们亲一下。突然之间，他结婚了。突然之间，我的媳妇也冒出来了。别人就会觉得，哎，突然之间大杨哥有媳妇了，就会有人觉得他很厉害呀，对吧？
什么就觉得你很厉害，为什么突然就有一个媳妇上位了，就会有人会说我们，说我们媳妇哎上位什么抱大款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有人这么说。我希望大家能理解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我的媳妇和大勇哥的媳妇我们已经七八年了，我跟我媳妇已经七年了。是的，小杨嫂是从小杨哥默默无闻一直支持到成就梦想，一路走来可谓模范夫妻。马上情人节了，因为我发的这个2000万播放，兄弟们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小杨哥首次曝光作品播放量，粉丝们真的一饱眼福。你看我们这个视频你就知道，你看播放量，你看播放量 1.3 亿，这都是我们粉丝看的。看、哎、你近期发的，前几天发的这个8000万、啊、这么一个 1.2 亿，1.2 亿，1.0 亿，嗯、哎，一个小时前发的是吧，一个小时前，来看一下，2000万。你说我这粉丝活不活跃？因为人家网上就说，哎，想个粉丝刷的，假的。抖音这么大一个平台，并且我们粉丝这么多，你干这种事儿，你直接就把你嗝屁了。我们都在控制涨粉，我们还去刷粉丝吗？小杨哥要接导航云的话，你最想听哪一句？地图的声音，导航声，真的？嗯，对。但这个不给钱，但不给钱。但我想接，我想就是跟平常兄弟们开车能听到我声音，我感觉很好玩。说完了。曹树郎，还让我录一个这个，哎，我的妈！前方右转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看慢点啊！那确实可以，嗯，有时候开着开着，呀，曹树郎！你肯定要温柔一点，所以你在想，你们还想听小杨哥说什么语音？留言评论。当时我爸我妈贼反对我们俩玩网络，说你们俩天天正事不干，书不看，什么不搞，搞什么玩意，把我们俩骂的差点就不认这两个儿子了。然后我怎么火起来的，我们俩在老家过年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就几百粉丝，先是我看别人拍的东西，就是拍一个什么视频，就是游戏的账号多值钱啊，号不要了，点双击点关注送给你，然后我也这样拍了一个，我的妈呀，一天涨了10000多粉丝。我就跟我哥说，哎，这网络可以玩了，我可以有10000多粉丝。然后我们俩就琢磨怎么去玩。我哥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炮。这么大的一个炮。做这么大的炮。我们俩拍个视频说双击加关注，明天把它放了。我的妈，一晚上一起来涨了8万粉丝。从2万直接到10万，把炮放完之后掉了10万，我这不行，我这粉丝都冲炮来了，你得展现我们自己的东西，对吧？展示自己的特点。我去大学之后啊，当时跟那个小光啊，就是我的一个室友叫阳光，他也是我的叫恩人，因为他也是陪我拍了一段时间视频，他陪我拍了个炸墨水，那真是成名之作，把我那个牙都炸黑了，直接给我炸到了60多万粉丝。从这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火了。